前面这个烟好像在烧纸烧什么东西，我得赶紧快速的冲过去。没有什么危险吧？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挤过去。刚才屏住呼吸，从这块经过，是一个流浪汉在烧东西呢。老美这边的社会现状挺不好的啊，流浪汉没人管。4.4、4.6、4.8，汽油。这么多车呢，今天是法定假日啊，现在是下午5点呀，怎么这么多车呀？没人上班呀，很少人上班这天。不过一些餐馆之类的可能上班吧，一般的公司啥的应该放假，但是一些私人的餐馆可能也有上班的。等我的手机屏幕收到之后，保护贴膜收到之后，我在录像的时候就不用担心突然中断了。之前有那么几次录着像突然中断了，我不知道，所以就视频没有录成啊。所以我现在要装备升级，之前也用过那种保护膜，但是太厚，太厚了，那种钢化玻璃的，屏幕都怎么摁都没反应。后来把它揭掉了，这次买的可能稍稍薄一点，既能保护屏幕，又能不是太迟钝，对吧？又不让屏幕太迟钝。我这样帽还不错啊，夕阳西下的时候，日照也是比较强烈的。生活现在清静了好多，也随性了好多。这几天右脚踝有点疼啊，我之前感觉右侧胯骨轴疼，可能是因为我在屋里坐的时候，右腿那个位置有一些东西在那扔着，所以我的腿没有落到底儿，所以每次我的右腿都是用一个奇怪的姿势放着，可能就胯骨轴会别的吧。这老爷子走路很蹒跚了，人很快就老了，20年弹指一挥间。Pacific telephone，太平洋电话。哎，应该是从这边走吧？从这边走。这个加油站6块、6.3、6.5。也在营业啊，没人呢，这加油站，一个人影都没有，车也没见着。哦，这个有个纸箱，里边一个翔，一滩翔，谁的杰作啊？这是谁的杰作？谁的艺术创作呀？27路公交车，就像有的大师似的泼墨啊，一边喊着一边往纸上泼墨。啊，这样的还留着长的胡子，觉得可以过了，我觉得可以过了。Brand 姐。Oh, sorry, I have no lighter。这位女士冲我借打火机，很憔悴，有点营养不良，很可怜啊，流浪女儿，可怜的流浪女儿，吓我一跳。啊，对，还有 lighter 这样的，你有一个打火机吗？Light 是光线的意思。Do you have a lighter？可怜人呢，
老美这边的社会制度会造就很多这样的流浪汉啊，对他们缺乏管束，让他们从小就吸食违禁品，从而迷失自己，失去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在中国呢，可能就基本不会啊，就是周围环境的这种约束啊、管束啊，就会让人走正道。当然，也有一些不走正道的，但是整体来说，大多数人还是走正道的。那美国这边不是啊，美国这边就是松散，所谓的自由可能某种程度上是松散、无序啊、乱套。这个小狗没拴小毛狗，不过这种小狗可能对人的威胁可能不大吧。他们去照相去了吧？拿了一个反光板啊，两个帅哥，一个亚洲帅哥，一个老外帅哥，三口之家，两个帅哥，一个狗，也挺温馨啊，也挺浪漫啊。这是马莲花开的，好像是白花。马莲花，马莲花，勤劳的老猫在说话。这边有个油桶。Not a wheelchair accessible entrance，不是一个轮椅可以通过的入口。The land itself，这个陆地本身。这什么地方？这是个教堂吗？It is the land itself that has me the lay of it。什么意思？宣传某种教义可能是。然后墙上用这种碎的玻璃镜子之类的，像马赛克一样弄好多装饰图案。军队 Rosa 什么什么教堂属于上帝。拉丁文啊，都是啊，确实是个教堂，不知道什么教了。I don't know what religion this church。我不知道这个教堂是什么宗教类型。Folsom 街，这边有不少住户都安这种可升降式滑道，对吧？就是老人上台阶的时候可以直接坐着去上去啊。或许不应该设台阶啊。我还是很怀念没有台阶的地方啊，我喜欢平地儿，我不喜欢台阶啊。自动驾驶车。这个人抽烟呢，坐在公交亭这个地方。这个皮卡是羚羊，是公羊牌 Ram 拖车啊，这是拖车公司，专门负责把乱停乱放的车拖走。我姐他们小区以及我国内的老家那边的小区群里时不时的说把车挪走，谁的车堵我车库门了，谁的车挡道了，是经济的这种。突然的发展，让人们措手不及，因为之前的道路不是为汽车设计的，结果现在汽车成了主流了，所以就堵车呗，各种的堵，对吧？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了，原来以为说开汽车好像是老美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后来发现，哎，咱们国家也开始坐电梯、开汽车、用手机，就这种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了，对吧？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对吧？什么炸鸡、翅儿、可乐，这些东西其实挺不好的，确实对，我觉得不好。人的饮食还是应该
传统的这种蒸煮这种方式比较环保，对身体好。这种炸应该是很扭曲的一种方式，所以有些人的身材变形、身体指标出异常、出健康状况，对吧？这妹子这体格堪忧啊，健康状况堪忧啊，这台阶多难受啊，这不造罪吗？住这房子多难受，还得爬台阶玩儿，天天，哎，没意思。而且台阶很陡啊，有的台阶很陡峭，一点都不人性化啊。它应该弄得很平，对吧？人应该在平地上活着，一整整座台阶儿。也行吧，因为这个城市或许是比较窄吗？它只有通过台阶来整一个跃层，才能够容下这么多人和车吗？有的你看没有台阶，平地儿对吧？直接进是最好的，可能会潮湿吧。它高一块儿，可能采光通风都会好一点吧。往前走，这些人的身材你看看，咋整？他犯愁对吧？这身材能做什么？对吧？这身材像胀包似的，哎。像牛奶胀了包似的，从这儿走吧。Grab life by the claw。抓住生命，通过 claw 是下巴吗？爪是下巴，claw 是爪子。White claw，白色的 claw，claw，claw 是爪子的意思吗？抓住生命，通过爪子抓住生命，这什么意思？有些单词都不认识了。我正对这个地方，以前是个 Walgreens 超市，后来关门了，因为太多人抢东西了，治安不好啊，他们就黄了，不开，挑摊了。那个哥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恶狠狠地咒骂呢，心态失衡了。看我心态多平和，对吧？就在于自我调整、自我管理，要不然任由你的情绪去蔓延疯长，可能会出问题啊。所以，确实人需要有一些文化修养，对吧？否则的话，人的这个情绪失控、不可预知，就很恐怖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发飙。等会儿这个灯吧，现在是红灯，在路口有一个转椅，它应该贴着 free，应该贴着免费啊，可以自己拿。可能有人搬家，或者有人更新家具扔掉的旧家具吧。我之前阳台上有两个玻璃瓶，玻璃花瓶，我就把它扔在这个路边了，很快就被人捡走了，就是附近的路边，我记得。我刚才手一挥，结果又刮到耳机子了，我确实是老年痴呆了，我的手不应该乱挥了，因为我这有一个有线耳机呀，有时候我就忘了它的存在啊，手一动它就咔咔到耳机上，有一次把一个那个耳塞给揪断了，
哎，所以还是手还不要乱动吧。他这个写的 Recology Pickup 再循环，请取走啊！如果没有人捡走的话，那么晚上就会市政的车、垃圾清运车就把它拿走了。木瓜，今天一位朋友送我一个木瓜，木瓜是1.3块一磅，他说有那种特别大的木瓜，桃是2块钱一磅，香蕉1.5块吗？木薯1.5块。哎呀，我这段时间水果吃的太多了，吃不过来了，扔了不老少。昨天吃了一个面包，上面沾着好多黑芝麻，我比较喜欢吃沾着黑芝麻的面包，有些质感，白芝麻也行啊，或者沾那种罂粟的籽儿，那种黑色的像沙粒一样的籽儿，那个也挺好啊，有这种植物种子的清香，还挺好。就是说能看到它的形状，这种感觉挺好的。这边是一个邪恶眼 （evil eye），邪恶的眼睛，是个酒吧吧？邪恶眼，前面有个警车在那闪烁呢，有人报警了吧？Somebody called 911 and the police car came here one moment ago。有人报警了，这个警车刚才来了，应该是49路公交车往这来呢。